开始 Pokemon Trainer 吧。哇，算出呢，16541。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 ，Pipik。哇，少一只。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Regigigas， 是真的。加油加油。好。设计按下按，扫描到 Zap Trainer 了。在战斗中可能会有神奇宝贝出手相助哦。此外，在战斗中，基格尔德可能会改变形态。那要差。此外，如果存在强力的对手，超梦的电压或许会上升哦。上吧 ，Mewtwo， Zygarde， Sunny， 战斗开始。好戏。第一回合。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，基格尔德的形态改变了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你去南区玩了呀？没有，我现在是中脚手。不防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按下右边的按钮来停止转动条吧。上吧，究极技能。好特烧，好特烧烤。真的吗？够了。重要派了，加我！加我！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会吗？来了！那时候，对手也很有能耐。二回合，好，旋转凳，很好的判断。那第三回用什么？我方神奇宝贝用路哦，完全形态。力量全开，只能用路了，不然会超补两边的。管理转动条开放，好吧，啊，到时候看。很好，按下右边的按钮来停止转，完美，上吧，究极技能。三要害。要害，搞定了！你现在要回呢？捕获机会，蛋囊啊！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第中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。哦，是哦，出渣、啊！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应该挺快。因为大家都没有这只啊，只要一人一只就够了。我打不好打就不打。对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打。要害，很好。最大的力量被解放了，伊菲尔塔尔出现了，要害要害，搞定了，捕获机会，记得你三星妈妈，这是捕获神奇宝贝的机会，拍一拍，生存奖励。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定下。太少了，是三连不过。哎呀，300块，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，你要起呗，哎，三百块，资料传送中，都要好打平。
哦，三十。我打的一只脚在靠的。四十块，两只拢四十块。你那打的，我的妈！传送结束，取出锤塔吧。你那打的。Easter point 可以再带。耶！这个给你惊了呀！要骂嘞，单只单只不。三百块的雪啦！成功失败交换。这失败。右边。下次再来哦。选择两个模式吧，再有。过去一点，过去一点。旋转转盘来取。只有二。五。发现神奇宝贝，出来。是强力的升级宝贝。好夸张，嘿啊，好夸张，过过去一点，不要不要讲。设置你的车道吧。按下按钮。有啊。在战斗中可能会有阻碍，如果存在强。就怕他把我扛住，我就叫他站得更远的。这都，这样应该会下来。嘿。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。二三四五，按下右边按钮来停止动作。按那段，按那段。进化后，超自然一点，超进化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协助。大家看到了，按下右边按钮来停止转动条吧。几二对。三，对方神奇宝贝攻击，
我一想召唤你。嘿。不要啦，不开门啊啦！高点挂呢。我靠！人家太高端了。哦。那不是穷。三、四。耶！传送中。对，右边。两个无同兵的，无同区域的，对，无同区域的。绿光啊！绿光，你有听到很大声哦。哦，那这一弹弄绿光啊！我跟你讲，射绿光啊！这弹打死都会跑啊，我超补也会跑。我昨天去看那两道绿光，然后三星的三星有绿光过了，上位虚弱的神奇宝贝，三星的都到二十了，想带回去的神会反复啊！它就是神奇宝贝光妙传送，一起有三，这还有龙头第三那个什么第五的，反正不要打半圈，就虚弱就绿光。这一弹很容易绿光。对呀、啊，就用丢的啦，要用丢的啦，不然就烂卡也会绿光啊。取出这是 X 啊，还有 X 还有 X 啊 ，X point。认识神奇宝贝，来呀！神奇宝贝，神奇宝贝 ，Michael。哇，水军。哎。我来西亚。我看，水军 A B C D 啊，雷公是 D 梦幻的，雷西是雷西，你也记得我呀？啊，梦幻嘛，雷西啊。奇怪，那有这种的？等一下看，那还奇怪。二三四五。太久看了。哎，那我去叫。呵呵，是带，我有会。三四五，一二，Thank you.
小心啊！哇，这是什么？你在那看什么？怪的。看都唔好，但等下再来整理一下，今麦精神就足破。跳高呢？跳高三四分钟。跳高刷，行错方向他要去。你手机用心给它包起来，用卡套，对对。右边哦，安尼进行。右边哦。对。是按下按，这是一只。上吧。下手。第一道怎么那么多厉害？一击即合。旋转转盘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。Confusion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。Sacred Fire。战败了。对。现在放弃也还太早了，丢出宝贝球吧。有可能吧。按下球场按钮，停止轮盘吧。啊，要跑了。啊！少一点是神奇宝贝球，好的。耶！真让人吃惊，居然迷惑了尚未虚弱的神奇宝贝。对，小狐狸，用你的神奇宝贝交换对方的神奇宝贝吗？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传送结束，取出缺的吧，下次再来。Damn it!